炸着吃很好吃。老黄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臭宝就是你干我这个要改了怎么办？求教，这不是个四只雪吗？我记得之前好像见过这个，啊，不是你的，但见过。它下面这个黄叶子，它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大舅子这不娶媳妇了，他说他跟他前女友分手了，你大舅子是要改了吗？这个不存在，所以你把下边的那些可以剪一剪，它可以往高了长呢。你如果说哈，你换个大一点的盆，它那个杆子还会长成粗的。就是慢慢的长粗，慢慢的这样，哎，没事，没改没改，正常养就行了。有条件可以换个略大一号的盆了，不想换也行，你可以把下面这种干巴的叶子没事给它撇一撇，清理清理，用点杀菌药防止防止就行了。下个说王，救命啊！我都每个月给它一次复合肥了，这还营养不良呢。我先跟你说肥料的事啊，肥料呢，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饭，人是一天吃三顿饭，复合肥呢一般是一个月用一次。但是呢，咱就正常说，我大舅子，他一天三顿饭吃着呀，不愁吃不愁喝，怎么还贫血了呀？怎么还缺钙了呀？又或者是怎么还？你要明白他有病了没有？他哪里不行了？你比方说，我大舅子他得病了，胃酸分泌不足而导致的消化不良，你给他吃啥？吃啥也不吸收啊？你给他吃，所以说你这个植物也是相同的道理啊。你浇的水是不是碱性过高啊？碱性高了就类似于人胃酸分泌不足，它就不酸了嘛，不酸溜溜的。不是说你用醋啊。是在弱酸的条件下，你比方说一些个钙分子啊、镁分子这些，哎，这些个离子，它需要的这些个微量元素，它是呈游离的状态。反之就是什么呢？给你一个铁钉子，让你绿的补铁，你那绿的补不上去，明白了吗？所以说碱性条件下，很多的这种它是固动固体的，它没办法吸收。那不现在怎么办？修剪一下，用点杀菌药，再配点这个矾肥水，你可以多接点雨水。农村的臭宝要有条件的话，哈。可以在那种化粪池里边弄点那种水稀释一下胶，明白了吗？这个主要是碱性高，你用了肥料它不吸收。复合肥里面呢还没有微量元素，你比方说我大舅子天天吃饭，但是呢他缺钙，你吃的饭里面咱们日常的一日三餐基本上在正常人来说呢他是不缺钙，但是他比方说他这个维生素 D3 不足啊，或者说他要长个子啊，这需要补充，明白了吗？这打比方，这个植物也相同的道理，这就碱性高导致的。矾肥水啊，修剪用杀菌药。下个皱宝，佛手被咬过还有救吗？这个没问题，正常养护就行了。那个是个大豆虫，这个你用抓就行了，抓它就几个，很大很显眼，一抓就没了，好吧，炸着吃很好吃。这个没事，它但是你要及时的去抓它，打药没必要，就几个没必要打药，拿个筷子给它夹下来弄到碗里喂鸡，没有鸡可以喂猫，没有猫可以喂我大舅子。下个周末说熊童子还可以救吗？你嫌丑，有的人他贼喜欢这个，你不信问评论区里边，你看很多臭宝说你把那个给我吧，我给你换个小的。这叫老庄，这种东西你要放到五年前哈，你卖2000抢着要，五年前2000可能有点夸张，你7-8年前2000有人抢着要，你要说到10年前20000我估计都有人冲动一下子，就开玩笑啊，懂这个事就行了。这个没事，他就这样，他老了就这样，对吧？我大舅子也是，哈，娶了个媳妇儿，现在岁数大又那，哎呀，不漂亮了，我都不想要了，怎么救啊？我说人岁数大了都这样，你得有这个心态，植物也一样。你看这个春雨，小时候是那种，你看大了以后就是，哎，你得会欣赏它的美，不缺乏美，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很好看，臭宝，小臭宝，救救我的君子兰，救救我的君子兰，没有晒太阳，救救你的君子兰没有晒太阳，再结果啊，老叶子，而且是。你没发现你这个君子兰都结种子结果子了吗？你还在乎老叶子啊？我大舅子也是，他媳妇都怀孕了，他说我前女友病了，老怀疑你帮我帮你大爷，你好好过日子吧，你好好的过日子就行了，这个老叶子黄就黄吧，让他自己慢慢黄下去，你要看现在看今朝在结种在长新叶很好，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放眼未来，加油，好给。绝不错，记得点个关注，每天我给大家分享很多养花知识，我是老花一，养花最专业，白臭宝。嗨嘿嘿嘿嘿。